这么安静，妈妈真不习惯啊。不过，安静的话，妈妈很舒服哎。你们可不可以常常都这么安静啊？嗯，相亲相爱，对不对呀？哎呀！你看的那本叫什么？红鞋，红鞋啊，瑶瑶呢？没有看。这些书是以前爷爷买的，我没有啦。10:30了，要刷牙啦，明天春游喽，我们起不来就不能去喽。